大家好，我是 Terry， 我是粉红小象。我觉得咱俩在拍摄人像上面都偏爱长焦。是的，因为对应大多情况下呢，中长焦都更加适合拍摄人像，特别是对于新手而言。是啊，我跟粉象彼此认识很多年了，都非常了解彼此的拍摄习惯，所以在人像焦段选择上，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最完美的人像焦段是135G。135的视角呢太平了，用85呢我可以更加方便的俯拍或者仰拍啊，这样子来改变不同的视角，并且呢这样构图变化更多，拍摄距离近呢对于我们的拍摄难度呢也更加的简单，再加上 f1.4 和 GM 的加成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虚化上基本上也不比 135GM 差多。强词夺理，135不是 GM 吗？咱不能说135的视角太平，那应该叫工整，横平竖直更适合展现人物的特点。我之前说过135等于85加50，它的虚化能力比85GM 还要强个50GM， 还没出 50GM。 对啊，买了 135GM 你就都有了。135在长焦上面的性能全面优于85，但是85是绝对不可能取代135的。可以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。在相机里呢，我可以设置一个切换 APS-C 的模式，这样呢就可以把85mm呢变成130的毫米啊，这个就和到 135GM 完全一样的一个视角，并且呢1724呢现在的像素很高，我切了 APS-C 以后它依旧有2600万的像素啊，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平时的要求。下面呢我就来演示一下啊，如何使用85来模拟135。其实呢我们用85有一个方法啊，可以和135获得一样的压缩感啊，那就是用 HR4 切成APS-C 模式啊，这样子是不是压缩感就很非常接近了，是吧？这个照片明显有两个问题，第一，像素不够，完全无法满足器材党的数毛需求；第二，虚化不够，焦外虽然柔美，但是没有像135那样的化开。但是135来模拟85的时候就没有这两个问题。在这样的场景下，我们选择光圈 f1.8， 快门250分之一秒 ，ISO 4000。对准人物，摁下快门，立刻出片。因为135是完美的镜头，它不需要模拟85。你这就是耍赖，135明明不能模拟85。对啊，所以你再买一个85镜头就可以了呀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折腾来折腾去干嘛呀？都买就对了。